小雨就是回来了。我快到家了，本来想给你买宵夜的，你既然不接电话，就没有这个口福了。 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头怎么了？没事。哎，追你追不到了。我不是告诉你吗？遇到事情先要保护好自己。先回去吧。 下次你再让我见到他，我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。就知道逞能，以后小心点儿。那可不行，他这都偷到家里来了，我要再不出手，那不是让邻居笑话吗？咱们家呀，没什么可偷的，最贵重的就是你了。这个可比我值钱多了。哎呀，我就今天这么一次，我洗澡把它给取下来了，结果没想到就让小偷给盯上。丢了以后，我再送你一个不就完了？ 那怎么一样呢？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。哎，过两天我要回趟上海出差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我不去。你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。哎呀，你走了之后，我会把那个门换成防盗锁的，然后把窗什么的都关好了啊，放心吧啊。可是。没有可是，你是去工作，你总不能去哪儿都带着我吧？ 好吧，但是你得保证，一切先为自己考虑，别再这么鲁莽了。快去睡觉，去。知道了，真啰嗦。好了，快去睡。哎呀。